家好，我是陈金明，今年24岁，来自斯莱亚。因为工作压力、少喝水和经常熬夜的关系，导致我的消化系统出现了问题，平均一个星期大便便1次到2次。在服用了寡糖乳糖及大豆粉代谢配方大约一个星期以后，终于可以每天顺畅排便1次，整个人感觉舒服而轻松了很多。谢谢。